零食跟小巴老师一起。就是在今天演出之前，有挺多人问我说，是不是真的要和宋小宝老师演出有点甜？我看到这节目单的时候，我也挺惊讶的，所以就也会幻想说，如果我跟宋小宝老师一起演唱有点甜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？就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安排一下。我要是真的要跟小宝老师合作有点甜，你觉得？我一定要认真把它唱完的。你觉得你会笑场吗？不会，我一定会很认真唱出这首歌原本应该要传递的感情。对，传递的感觉是有点甜。什么？传闻欧阳娜娜要和宋小宝老师一起合唱有点甜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不过这传言立马就被本尊辟谣了。那边在采访中表示，自己看到节目单的时候也挺惊讶。